态度消极也还好，态度消极。你看，跟你讲，那官方一定是看在他这个态度的言行上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他不可能会过。你看他那个态度，你知道吗？慢慢的味道。不是这个，我喝这个是黑色矿泉水 ，Black Max， 美国矿物水。黑色的，黑色的，它本来就是黑色。这里有一罐全新还没开过，我写给补充这个健身所需的这个矿物质啊，它是这样说的。然后在这个冰过再喝啊，会比较好喝，顺口。妈妈的味道，妈妈，这是传说对决。是没错啊， A 牌后可能会被ban起，如果不ban的话，那这只真的比刀锋还好，凯瑞。哒哒哒哒。一招，哎呦，博伦打野哦，布布恰恰三三。对啊，运气游戏，晚上好。就大家放心，请求集合。集合吗？这里有东西，哎呦，有哎，有哎，这里有东西哎，我还没上市哎。抱歉，我的网络有些问题。它的血量我应该不用上市。乖一点，别太冲。哎呦！开心杀反真的哈、哦！哎，对吧？我应该不会去理那个夜叉。噔噔噔！沈红，好像都变成了死人呢。来抱一下。噔噔噔噔噔。哎、啊，这周就可以打了，来吧。金沙，反正就贵一点，别太重了。哎呦，好硬哦！打他，打他，漂亮！还可以吃个魔龙哎，哎呦，有好看的哦。好、啊，飞秒了。我很痛哈、哦，三分钟，对面佛罗没有带镰刀啊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被打出来了。我杀那个凡人了。队友大了，嘿嘿嘿嘿，哎，他没大了，他没大了，杀他！哟，来杀！耶，迪拉克，队友要捅吗？哇靠！他那个敌人消失也喊的，我对这个夜叉有点不友善。先给他扣个十分。飞雷过来，人踩一下我就不见了。
杀不掉哎、欸。哎呦，太好吗？缺蛋，嘿嘿嘿，还 Q 安全品，太坏了吧？哎、欸，兼修分零二号，我觉得二号快被取走了，真的。唯一哪时候来台中啊？要不要吃个饭？修分零找我去吃生酱烧肉，你们觉得我要跟他去吃吗？哎呦！不要，他影子是挡不过的、啊。还是想先杀这个环境啊，圣迪拉克。又拖住了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哎呦，控的漂亮哎、欸。有哎、欸，他控的有东西哎、欸。不要不要走开！欸、如果这个夜叉他都不打团啊，我等下检举他，不知道会不会过、啊。这个夜叉跟拉兹是不是双排啊？他们两个一直按那个龟一点，别太冲哎、欸。噔噔噔噔。好痛哦！天哪！会死吗？这样的话，你们就能一起。没死哎、欸！我感觉 B 牌这个玩下去，我又对这只那个操作熟练又更上一层楼了，好狠啊！刀锋还强，吃饭开直播、啊，会不会被打、啊？我很怕、啊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你就是那个只会玩刀锋，戳上次戳我的那个什么的，布拉布拉的。哇，这个真的只杀我哎！这夜叉，我真希望他是去对面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不是可以直接狙狙啊？那类，那个，那个吗？那个。喂。哎呦！哎呦，有用到我呢！哦，哎呦，来啊，踩我啊！我觉得我反应比他快。嘿，没有哎、欸！哇，我这不行不行，我现在跟夜叉变同一个格调了，不行，我不要理他。这个凡人只有这个凡人，我一定要杀他。卖队友，如果我们现在结束了夜叉，检举报被过。不要做这种事哈，太坏了。撤退。检举那夜叉，真的很痛。哎呦哎呦，我刚刚不能动哎、欸！哎呦，我没办法动哎、欸！应该是狙了、啊。127的夜叉、啊，nice 啊！
对啊，第一季他那个二段的操控，谢默默啊，于红帮我分享到传说队的社团，我打完直接打到 B 五哎，夜叉不想给他站，他一定是第五名，他第五名我就检举他。言语，其他不但言论，态度消极，也还好，态度消极。你看，跟你讲，那官方一定是看在他这个态度的言行上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他不可能会过。你看他那个态度，你知道，你聊电视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刚刚八百人在看，你们觉得这个夜叉他言论有点不太当，对不对？对，官方检举。过了。